你们的情况就是圣经所说的魔鬼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就是这些生命都很软弱，所以过去很多年都没有好的见证，他们身体有问题了，病了，老了，所以就变为很软弱。但如果他们开始的时候更多的力量、喜乐，就能够传福音。所以首先是你现在改变，你有更多力量，虽然你的家庭有困难，你还是祷告从神得力，你的喜乐帮助你传，你有喜乐，你有力量。传是传，但是你听不到。首先从神，从神得力。有很多基督徒家人都有问题，有疾病，但你从神得力，你有喜乐平安，他们会这样到你手。虽然你的丈夫不好，还是你还是有喜乐平安，你有力量，他们就会看到你的见证。所以你需要经历多见见神，有神的力量，就有力量改变了。所以力量从神来的，是神做工。你看每一次门徒去捉鱼做不到，耶稣说将网撒在另外一边，是耶稣令我们能够有收割。我的意思，因为世人或者是有些基督徒以为病就是咒诅啊，就是不好的现象，但这个是其实基督徒跟其他人都是可以有病的，但我们有病的时候还是有平安喜乐，家人有病我们有平安喜乐，也有力量，你就能够影响人。其实他有病的时候你去看病，有些人一起看病，看病的时候啊，都会谈病啊，啊，但你可以谈啊，我们祷告的时候都有力量啊。其实你见医生的时候，其他病人就是你见证的机会。你心里不要以为有病就是受咒诅或者是不好，就是说有病还是能够。我不是说是。哈利路亚，感谢天父，天父真美好啊！